这是刚刚就喝上了。高高，你那两天怎么办？啊？什么意思？2425。2425不知道哎，我先去忙一下，我买个早餐。没有说你要跑车吗？有，还有车跑啊。我说2425那两天台风天，就停驶啊。我待机耶，我改那个。改待机哦。对啊。有时候很无奈这几天。没办法。哎，但比较好跑哎，跑到苏澳新而已啊。花到花莲了，安全点二十，礼拜三呢，7月31号，瑞芳，9:13，是七二次哦，安全点22，我是刚刚那喝长的，113年，7月31号，瑞芳，9:14，10:14，2008浙江三线花东线上台。将三燕，依然你刚好输啊！我新能源三燕是二门，那叫025的偏豆的，刚刚它是百分之3燕是二门，那025偏豆才能适合彩色新能源机车。在瑞芳，瑞芳站通过9:14，拿到2079金站。就了93圈车11:312008浙江沿线和树林，绿色为了3分钟就把你叫上去。207-3间行军之乡啊！啊，2007-9:15，因为开的路途短，所以尽量都会准点。本机车，刷新吧，浙江沿线场速。32没有，还叫你41，要不然倒弹呀！蓝色带新能机车，好，稍微移动了，7:31。拜拜，2074-3041，然后稻城阳蓝色带新成绩单，苏澳新巴浙江沿线的树林，3142门。关闭车门，再让那个关闭车门啊，出门十里八拜。9:16，7月31号，2074在洛阳那区。十里，拜拜。哎。我的旧牌也来了，937圈块4022次哦。应该发车就沿用了苏澳新，本来就是重点站苏澳新的。东林超一直引入后，尾桥三分钟就把937圈块车在洛阳站，指定看好地方再见吧。可以，好，9:10，7月31号再见，拜拜。